继续是这个高雄的盐埕分局草竹集团六个人的暴力的集团。集团的带头是一个通缉犯，在大高雄地区卖毒品、暴力偷笑、横行霸道，用这个猪头、用这个特警棒等等的技师，甲被害人拍受伤。这警方抓到司机，分几下的线路冲入去查看，甲这些人中抓起来。真侪警察来到嫌犯的所在，直直敲门，一直咧喊：“回城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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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警拢入去内底，开始遭受辱。警方一直咧叫人，上尾也是到巷仔内底，才顺利甲嫌犯压制。一些暴力犯罪集团的首脑，姓陈的主嫌，集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是伫市场外口红掠。你说等于你讲啊？车内皮特犬直直咧飞，穿破鞋、衫裤、细上的相款，伫真侪人的街路直接被带走，走嘛走袂去。经过分组几啊条路，抓到伫高雄六个人的暴力犯罪集团，并当场查获讨债施行暴力犯罪工具、空气手枪、蓝波刀、球棒、本票、手机等物。并查获毒品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吸食器等物。警方追查，因卖卖毒，佮暴力偷小鬼生活，卖因为感情纠纷，佮有债务纠纷，都摕球棒、猪头、电击棒等等的物品，甲几啊位被害人拍着伤。经过长期的搜证，警方嘛主动出击，展开收网的行动，抓到包括主嫌等等六位的嫌犯，破解这个暴力犯罪组织，还予因逍遥法外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